因为青草地吼，那时候，咱干足侪青草地。青草地，你使家己滚啊，家己。青草一条街。啊，你若讲去耍着耍着吼，你可以用这个洗那个药浴啊，去血啊，这样。这个拍下来很不错。这个在夏天呢，功用退位了，生命位了。这个配方拍下来。它这个都是自制的配方。就是这个都他们清朝向提供的，留下来提供的一些。那各位这边有一个洞洞啊，你可以伸鼻子进去闻闻看。这里，洞洞有洞洞。有药草。那你就可以闻到那个药草，药草有它的那个特殊的味道啊。用闻就知道了。说一个好的中医师哈，他做到几点？一个望闻问切，望就是怎么样？你病人走进来的时候，你看就知道，大概这个病人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个疾病。然后病人身上会发出一种味道，你就大概就闻那个味道就可以知道了，它属于哪一类的疾病。那再来问他，你到底哪边不舒服？他就会讲。到最后你切脉的时候，一切大概就十不离八九了。所以一个好的中医师就是望闻问切，能够拿捏得很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中医师。那今天的导览就导览到这里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服务啊，谢谢。